行護膚袋，就係咁樣塞得落兩個就夠，兩個就夠曬數。今日就係我嚟到日本嘅第二日啦，而家咧我哋就準備出發去呢一個高沙浸温泉。咁我帶咗啲咩咧？我全部都係帶輕便，我想一袋就可以搞掂。有時咧就會用手拍，但係有時咧用棉花嘅，因為咁樣就捽到啲角質層出嚟。然之後咧就搽一個精華，之後咧就搽眼霜，眼霜要拍拍拍拍拍，之後 cream。柴呢就要柴油，咁样嘟嘟搓搓到你个手掌变热，喷落嚟就会 feel 到佢深深咁入咗落你嘅皮肤。喺日本咧，你通常室内咧佢都会开暖气啦，跟住啲暖气咧就扯干晒你啲水分啦，佢咧要有一层油咧冚喺面度保护下。好。护肤完啦，哇，咁就护完肤啦，系咪好快咧？去旅行最紧要咩啊？乜都快啊嘛。首先第一个步骤，我试咗咁多只防晒，佢系唯一一只唔会令我好干，又唔会令我粉底打结嘅一个防晒。但我觉得呢个够保湿喎，擦完都唔会好干咯。擦埋颈，记得擦颈啊，如果唔系就会变两截色噶啦。去冲凉咁就捽老泥。OK， 擦完防晒。之後嚟查咩呢？收聲啊 ！Primer 一試愛上，佢個質地係咁樣。踩面咧就係、是、咁樣嘅。呢、這、一個咧，我覺得佢有少許遮瑕，有顏色嘅，但係咧佢又未至於好乾啦。擦完一陣咧已經遮瑕咗好多啦，有啲呢啲嗰啲位咧黑黑地嗰啲咧眼圈咧已經冇咗好多，均勻下啲膚色啦，同埋佢有好少嘅。防曬，基本上我咁樣就會出街嘅。而家尤其是成日戴口罩咧，擦完呢個都走得啦。就算再擦粉底，佢都唔會打交叉。好，首先攞翻粉底出嚟，係，你就可以拍曬成塊面噶啦。同埋佢係有光澤嘅，因為韓妹咧就好中意有光澤，但你喺香港太有光澤咁咧，啲人只係會覺得你係咪焗到出曬油咁樣。所以咧，通常喺香港都冚層粉，跟住咧。遮瑕，但我中意遮瑕咧，冚少少粉之后先遮，因为我发现咁样系会实啲。咁样啦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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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首先碌咗个鼻先，跟住碌额头，因为呢个位应该系最油。跟住咧就系咁碌埋只眼，咁就唔会太干啦。其实佢系 foundation 嚟嘅，我而家先知。佢个遮瑕力超高，揩少少啦，咁样，捽捽捽捽捽，用你嘅体温融化佢。咁喺隻眼度，我唔明點解呢隻我用中指，呢隻我用食指，但我成日都係咁。咁樣越嚟越老，越嚟越殘咧，呢一條痕咧越嚟越勁啊！要遮嗰條痕咧，你就會年輕廿歲。咦？咁我唔得翻幾歲？發夢啦你！同埋我覺得咧，冚少少粉之後先至再遮瑕咧，實好多。呢隻暗瘡咯。首先就擦呢、這个，之后擦呢、這个，然后就走得。首先就两边都擦晒呢个。眼影嘅好处就系令你只眼咧望落咧可以冇咁肿啊，我觉得。然之后咧下边深色呢、這个染一下，之后咧就喺呢个眼线嘅边边度再擦，然后就推翻开呢边都系。然之后就擦眼线，首先要夹一夹个眼睫毛先，向下望夹，嘣。跟住咩咩眼 ，hold 五秒，然后呢五秒，我会希望你哋去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哈，另一边都系，错过咗头先嗰五秒唔紧要，我仲有右边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呜！跟住咧，我就擦眼线，呢一只咧系浅灰色嘅眼线，但系其实咧佢系同深色冇乜分别噶啦，睇落只眼咧冇咁饿。主要都是畫，哦 ，get 到，主要都是畫翻眼睫毛同眼睫毛之間的窿窿，嗱有分別啦，呢一個同呢一個，因為條眉咧我係本身就生到咁樣嘅，太濃啦，所以我就唔使整啦。有時咧唔記得戴，或者係你想慳翻個位咧，就可以用唇膏代替，咁樣其實已經夠噶啦，抹一抹，擦咗，之後咧就推開呢、這個，推埋呢邊。跟住就化完啦，执埋嘢就可以走啦。因为今日我哋要离开呢间屋啦，今晚系住温泉酒店。
好，準備出發。首先要執屋先，因為我哋今日就要離開呢度啦。呢間屋好靚啊，係我哋咁多日以嚟最靚嗰間，因為我哋今次太遲 book B&B， 所以咧揀嘅地方咧就唔係好多。呢度300-400一晚，係一間獨立嘅屋仔。佢仲有另一邊嘅，所以佢本身咧應該係好大。執好嘢未啊？點解呢度仲有咁多嘢嘅？水，你件睡衣諗住上車咗？上車瞓覺啊！即係保持地方整潔，唔好煲蠟啊！跟住落嚟喺波英住到這世界片段。你頭先睇一個樓，就讓我睇一個樓。呢度咧就係玄關，最中意就係日本人有玄關，因為咧入嚟啲鞋好污糟咁樣擺喺度，跟住咧佢就可以逛衫，啲大褸就掛喺度啦，非常方便啦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啊！呢一度咧就係可以望到出去嘅小窗户。就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小區啊！琴日去了金澤市一日遊，所以就 book 咗呢一間距離金澤市要半個鐘車程的 Airbnb。跟住佢呢個鬼，我估佢好中意飛機，因為周圍都見到飛機。我哋每晚咧就坐喺呢度，睇電視、食嘢，但冇電視睇。而家冇，因為要睇我。跟住呢度咧就是一個廁所。它全部都是木嚟噶，好靚。我見到我自己鞋，呢個全部都是木。哎呀！捉到邊度？哇！我腳渣。跟住你唔好入去廁所。我臭臭嘅時候咧，就可以見到屋主中意飛機嘅程度。都我擺啲 postcard 喺度，因為佢啲基本設備係有噶啦，跟住有。佢以为我屙咗啊！佢自己冲厕啊！佢基本设备有噶啦，毛巾啦、洗衣机啦，都系有浴缸噶。我哋三分到，咁就去睇啦。因为我哋离开啦，即将。Okay. 好，跟住向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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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系咪好靓啊？我中意佢呢个木嘅质地。之后呢度咧就系佢又有多士炉啦，又有 sorry， 有多士炉啦、微波炉啦、雪柜啦，系拆咗一套式噶。我哋記得攞雪櫃嘅嘢就我哋有兩盒芝士，然之後就嚟到呢個 pantry 位啦。不過我哋冇煮嘅嘢食，但係佢其實應該係有煲煲餐餐嘅可以煮嘅。之後呢個位 special 啦，就係呢個秘密秘密清呢個咩嚟㗎？你好亂夾，我話整冷人嚟㗎。哦，因為以前衣車冇秘密清住，神棍。你可以留言啦，有香港人喎，2018年，一家四口，東京金澤之旅，等我留低我 YouTube channel 喺呢度先。哇！而家係2020年1月14日，系啵？今日係情人節啊！懲罰我哥情人節。收聲啊！而家我懲罰你啊！試個 hello 先 ，hello 各位。希望各位咧，如果你 book 咗呢一間 B&B 咧，就翻查呢本書啦，會見到我噶啦。真的寫 Hello 各位的，如果不是呢，我留下我們 YouTube channel 超大的字，這個字字我想不合格的，有人寫錯字了，不好意思，搞定，寫得很醜，大家記得過來 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， 打開先，直接打開放在這裡，現在我叫 Woody， 接著呢，大家上第二層，唉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國外特別有錢，黐線複式啊！開個燈先，好黑。哇，你屁屁好大啊！小聲啊！哇，好亂啊！你執翻先，執翻乜嘢啊？睇到曬啦，你咯。好咁樣，呢個咧就係我哋瞓覺地方啦。咁其實咧，佢呢度勁大啦，所以其實佢可以鋪好多個，可以打直鋪四個，咁就可以好多人瞓。呢度咧其實佢都有衣櫃咧，佢好多個床鋪喺呢度，所以大家咧。如果你哋係成班 friend 嚟或者成家人嚟咧，都可以喺一度，好好。跟住我哋望下呢邊，呢邊咧其實呢度就係屋頂啦。跟住我哋翻出去。咦？呢個門口唔通係出去嘅？咦？冇啊！咦？
我依家門口搶到個台㗎。你可唔可以尊重節目主持人，唔好搶咗啊！你咁樣跟住我。我先係節目主持人啊，我係 cam man 啊。cam man 唔係主持人。係有 cam cam 地嘅 cam man。我呢度有個露台。喂，我哋出嚟啦，阿拖鞋貼心，哇，好超啊！如果夏天咧，我就可以坐喺度睇下星星啦，因為呢度荒島嚟，其實。望下。夜晚10點已經冇曬。都舒服嘅，仲有架老爺單車喺度。係。老爺，你架單車啊？我唔知嗰個箱有啲咩，你敢唔敢開？整故箱啊，要啦。我喺依家，以為啲咩尋寶？佢擺喺個咁嘅盒入邊，跟住你就可以喺度偷嘅啦。扮 pose， 隔離咧，大家偷睇隔離屋，都係我。因為隔離屋冇人。如果跌咗個電話入去咁點算？好笑咯、啊！好似每次介紹 B&B 都會有一個露台仔。介紹完呢間屋啦，係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咧？就要離開呢度啦，我哋要前往呢個温泉酒店，跟住我哋就走啦，拜拜。搞咩嚟喺度？呢個就係頭先個露台，你行喺後邊啊。你好襯膠啊？係啊。因為成碌木咁啊，聽唔到，聽唔聽到我講嘢？我講咩啊？有冇落嚟住？你先燒嗰度起先。